诸位法师慈悲啊，诸位同修护法慈悲，大家吉祥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我们的法事啊，到这个地方圆满。这个还有一个冷气啊，能不能？还有一个这个，已经老了。从我在澳大利亚住啊，很害怕冷气了。以前在印尼啊，没有冷气活不了。现在啊，有冷气啊，受不了。人生无常啊。以前一天不喝咖啡很难受，现在喝咖啡也受不了了。这个是到澳大利亚第二个。第三呢，以前呢，我是从我的妈妈肚子里面开始吃辣椒，没有辣椒是吃不了东西的。来到雪梨，现在辣椒也好像以后也不能吃了。哎呀，人生真的好无常啊。哦，啊，这个法会圆满了，刚才眼睛很乏喜啊，这个胃啊又在胀气啊，突然间又胀气了啊，有点不舒服啊。既然我们的维诺啊已经请我讲几句话，那我就跟大家来讲几句话啊，作为一种祝福啊，新年的一个开始。我们在这个地方啊，做这个三十系念啊，其实那个气氛呢、啊、很好。啊，大家很诚心，希望这个往生堂上众等神灵啊，啊，以我们的真诚心，啊，能够蒙阿弥陀佛接引，这个是我们的目标，在这个边举办三十系念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要感恩所有的单位，今天的主办单位啊，就是雪梨净宗学会啊，以我们的郑居士的代表，还有我们的一些护法，我们的护法在这个后面的默默的护持，还有我们的音响团体，还有我们的业众人员啊，所有的人呐、啊，因为今天的三十系念大家很辛苦，那在这个地方啊，我们用一个热烈的给大家鼓掌啊，鼓掌啊！特别是我们的郑居士啊，他也很辛苦。为了这个法会利益众生，利益大众，他也是很尽心。哎，给他们鼓掌一下。我跟他认识很多年了，就好像我的老大哥一样。那在这个地方啊，早上有给大家讲过了，做三十系念头一条的条件
就是你那个真诚心。你那个真诚心呢，能够感动，感动谁呢？天地鬼神，感动这些往生堂上的亡灵，感动世界的一切万物。感动到什么程度呢？因为你的真诚心呢，它可能哦，借这个因缘来念佛，来发愿，最后呢，他可能啊，以他们的真诚心，往生的频率啊，他就很高，就是说，来参与这个法会当中，必定一定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。那这个功德太大了，哦，这个功德很大。无法用语言来给大家说明，所以那个真诚心呢，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在我们佛法里面呢，你要学佛，要先从哪里开始？从你的真诚心啊，真诚心你做到了，什么都能够通。只要你真诚心，什么佛法都能通的，这个就是佛法的秘诀。今天如果你那个真诚心没有把它流露出来，无论你诵哪一部经，学哪一个法门，你只是在门外而已，进不了，入不了门。这个就是我们的佛法的开始。所以你看打磨祖师要把他的衣钵传给二祖的时候，他先考验，没想到二祖慧可大师起来一句话也没讲，只用他的真诚心来恭敬。达摩祖师看到这一点，才把衣钵传给他。佛法妙妙在你，都是你的真诚心。你要互相恭敬，不要互相批评，你要互相敬爱，不要互相嫉妒，这个是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做啊。所以啊，我相信啊，这个往生堂上的这些亡灵一定会感恩我们，就算他们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的回向他能够受到好处，起码改变他们的生活环境，起码不会在轨道，起码他能够生在善善道，起码从他的这个福报来脱胎做人，然后来自己认真来学习佛法，这个就是回向的功德啊！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。那既然威挪已经给我这个机会了，那我就给大家讲讲啊，难得嘛哈。哎，你们明天呢、啊？不知道跑去哪里，师父也不可能跟你们约会，对不对啊？我只能在这边跟大家讲话。我请问大家，人的寿命有多长呢？人的寿命有多长？一呼吸而已啊。一口气而已，一口气断了，等于你的生命已经结束了。从这个地方，你能够觉悟多少呢？你能够领悟多少呢？说明我们这个生命啊，在这个环境啊，真的很脆弱的。做不了主啊，一呼吸没有了，生命就没有了，就是这么脆弱。如果你明白这个事实的真相呢，你还有什么看不破的呢？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所以啊，释迦牟尼佛才告诉我们，
赶紧觉悟，要快快觉悟，人生无常，生命脆弱，所以要赶紧觉悟。所以啊，中峰国师啊，在这个三十系列呢，有讲了一句大实话。哪一句大实话呢？中峰国师讲啊，只要我们在这个六道轮回这个圈里面，六道轮回圈里面，人呢，永远不会离苦的。永远不会离苦的，就是在这个六道里面，无论你在三善道，三善道也苦离不了这个苦字。你看这个三善道都是生在天堂天界，天界有二十八层天，最高的那一层天是什么天呢？飞翔飞飞翔处天。寿命有多长呢？八万大劫。这个寿命太长啊，无法算出来的天数。不要说大劫，八万小劫都没办法算出来，太长了。但是它也是有苦，为什么？寿命总有一天会到。所以当它寿命到的时候呢，它很苦。苦到什么程度呢？那个时候华语佛所讲的什么叫做入涅槃。所以在这个时候毁谤佛陀，毁谤佛陀什么果报？五间地狱。所以越爬越高，越摔越痛。所以佛不介意我们呢、生在天界，因为不究竟。三恶道就不用讲了，很苦。那人道呢，刚刚好中间，有时候苦，有时候快乐，有时候快乐，有时候苦，就是这一个人道。但是人呐、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呢，你有没有感觉很苦吗？真的很苦诶。很多事情你不能称心如意的，苦不苦？很苦。你想要的得不到，苦不苦？你所爱的人爱别离苦，总有一天离开你，你会苦。跟你不喜欢的人在一起，你也是很苦。所有种种的，有时候让我们很厌恶，很讨厌，那怎么办呢？佛法就是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的啊。所以呢，要赶紧觉悟。怎么觉悟呢？你有多苦啊，我们只要有一个信念，坚持，好好反省，好好检讨，无论有多难的路，我相信每一个人没有过不去的坎，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。就算做不到了，我们已经尽心尽力了，去争取，去努力了。如果没办法达到我们想要的，一切随缘，不要勉强，因行我们已经尽心了，已经努力了、所以随缘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啊，佛啊告诉我们，告诉我们什么？赶紧觉悟。怎么觉悟呢？只有一个方法，老实念佛，老实念佛。该看破的要看破，该放下的放下，什么事情尽心尽力随缘哦。老实念佛，总有一天，我说将来我们的寿命到了，哎，这个佛号我们也念成功了，跟着这句佛号去见阿弥陀佛，什么都最重要的，什么都最好的。所以啊，能够看破的要看破，不要太过于执着。刚才讲一呼吸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做人要开开心心的哦，快快乐乐的，自自在在的。我们的路还是很长，不要把这个人生看到很复杂。有时候跟开的能够看得开、看得下，能够放得下、所以啊，在这个地方呢，我想跟大家来讲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叫做佛事门中有求必应。
确实佛家里面有讲这一句话，众生有感，菩萨有应。这个故事呢，我在佛七当中啊有讲过了，我有讲过了，但是我要再讲一遍，因为有一些人来做法会呢可能没有听到，这个故事啊很精彩。这个故事呢发生在宋朝，发生在宋朝，有一位虔诚的念佛人，他的名啊，他的姓叫做寂，人家称呼他叫做寂士。他有一个愿望啊，什么愿望呢？就是希望他的先生啊，跟他一样来念佛。他这个愿望就是这一个。为什么要他的先生来念佛呢？因为他的先生啊，他的祖先历朝历代啊，都是修什么？修道的，修仙的。所以他的先生啊，天天锻炼什么呢？锻炼仙丹，能够长生不老。就是这个。但是作为太太啊，她也不可能勉强她的先生呢，因为个人的信仰不一样嘛。那怎么办呢？她的太太只有一个方法，什么方法呢？祈求阿弥陀佛的加持。所以她的太太每一天要织布嘛，要织布。以前的人都是用有一个木板来织布，一边织布一边念佛，一边织布一边念阿弥陀佛。像我们现在一样啊，一边洗碗念阿弥陀佛，一边洗菜念阿弥陀佛。不要一边洗菜看抖音，不要一边洗碗看手机啊，这个把这个时间空过了。他说一边织布一边念佛。所以每个人的修行念佛因缘不一样，有人的因缘呢，没办法，一定要工作，因为要吃饭。有一些人福报很大，不用工作，天天来到佛堂做义工念佛。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，但是佛号不会障碍别人，三根普被都能够念，容易简单方便，走到哪里你肯念你就能够念。那这个太太一直织布织布啊织布，诶，有一天啊，傍晚就是这个时间，突然间看到外面的呀一道光，很亮很亮，所以把那个窗门打开的时候呢，看到了一朵颜色的莲花，然后这个莲花呢又站着这个阿弥陀佛的像。看到这样的情景啊，这个寂士啊很感动，所以啊向阿弥陀佛礼拜。礼拜之后呢，突然间他想起他的先生哦，诶，这个是阿弥陀佛来帮助我，这个机会来了，就把他的先生啊拉到这个地方，告诉他的先生阿弥陀佛来了。没想到他的先生在这一刹那看到阿弥陀佛在天空，只是他的先生看到阿弥陀佛的是半身，他的太太是看的是一身的，整身的，所以不一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先生不念佛啊，但是比没有看到好嘛，对不对？诶，看到阿弥陀佛了。没想到他的先生啊，才告诉他的太太，真的有阿弥陀佛，真的有西方极乐世界，谢谢你亲爱的老婆，大概这样讲啦，哦，其实啊，他没有这样讲啦，是我自己讲的啦。是不是这个吗？哎呀，真的哦，所以啊，做男人的要懂得，你回去告诉你的太太，哎，亲爱的老婆，你辛苦了，我告诉你哦，你的太太哦，累死也甘愿的，我告诉你的，是不是啊，管林良？哎呀，真的哎，就懂得要疼爱人呢，啊，哎，不要两个臭，有没有臭脸的看人家，赞叹他，
有多苦啊，他宁愿给你的，做牛做马我都可以的，但是你得罪了他了，我跟你讲啊，你死路一条，我跟你说啊，福建话死路一条哦，但是我们学佛人没有这种的心态了啊、哦，真的没有。然后呢，他就告诉他的先生太太：“谢谢，我看到了，没想到因为这样的因缘呢、啊，他的先生真的来念佛了，最后同生极乐。这个在《往生传》里面有一个记载，有一个公案。那在这个地方啊。”我要提醒大家，给我们启发，佛都在我们的身边，阿弥陀佛无不出在的，都是在我们的旁边，关照我们，关怀我们，爱护我们，常常用他的慈悲的光明来照亮我们。你要好好去念这句名号，纵算我们心有烦恼，那一些让我们很痛苦的，只要你用心去念呢，你会蒙阿弥陀佛的加持，加持你开你的智慧，以你那个智慧啊，去看面对这个人生当中的这些处事待人接物。所以你要用心去念，把你那个心当在念佛的时候放在这句阿弥陀佛名号上，确实真的，只要你那个用心去念啊，没有一个不感应的，真的很会感应。所以啊，在这个地方我只能给大家啊、一种鼓励啊、我们人生很短，这个世间的灾难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，天灾人祸天天都有啊，无常随时都会来到，回到来临。那我们呢，什么样能够靠得住的呢？你要找到那个靠得住的。什么样靠得住的呢？这一句名号。你先生靠不住，你的太太也靠不住，你儿女也靠不住，你很多钱也靠不住，只是暂时因为你需要而已。但是关键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，没有人和能够帮到你的，只能自己。所以要慢慢的培养，把这一句阿弥陀佛当作什么，当作你的生活的习惯，走到哪里一句阿弥陀佛，把阿弥陀佛放在第一位的啊，以前把手机放在第一位，我现在把阿弥陀佛放在第一位。我以前很喜欢我那一些小东西啊，比如说包包啊，啊或者手指脚啊这些啊，天天看啊这些啊，对不对？哎，现在把它放在第三，阿弥陀佛放在第一啊。像昨天有一个居士跟我说：“师父啊，我这个指甲。”可以油漆嘛？哎，不是那个，就是颜色啊什么的，你头脑有问题啊？这个问题怎么问我呢？跟我毫无关系啊，对不对？你手指要不要擦什么颜色，那是你的事，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的。我的关心对你都是你有没有念佛，那个才主要的。等一下又有人问啊，师父。我要头发要短还是长的？等一下接下来问师父，我的衣服穿得漂不漂亮？哎呀，现在的人真的又是这样的人了。昨天有一位居士打电话给我，师父，你做三十仙能不能喂我一只狗？我最疼爱的狗生病了。我说生什么病？拉肚子。那你干什么？我只能关心他 啊。那你的意思是说叫师父给你诵经回向给你那只狗啊？对啊，师父，你不是做三十七念呢、啊、好了，既然这样我做回向呗。他跟我讲一个故事，他说师父让我很惊讶，
他说以前呢，只听过啊，人呢生病的时候啊，去挂号啊，有时候排得很久啊，对不对？排得很久啊，或者你要住院呢，有时候没有位置给你住哦。他说啊，昨天啊，把那只狗啊送到他的那个宠物的医院呐、啊，宠物医院呢、啊，你知道吗？宠物的医生怎么讲？对不起，现在啊，我的医院里面都是病人，就是病狗。狗好多，所以你要排队，排多久？大概要等6个小时。然后呢，他想要住院，医生跟他说，已经满了，没有地方给你住院了。以前只有听到人要住院很难了，现在连猫狗啊，宠物的生病啊，要住院啊，都很难了。是不是颠倒？所以他问我一件事，师父，为什么狗会这样？我说啊，都是你们做的。这些狗本来是好好的，你给它吃什么？阿佛嘎鲁啦，冰淇淋啦，饼干啦，什么都给它吃，就到最后呢，不拉肚子呢才怪。所以啊，人啊很迷惑啊，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我们来到这个人生不知道做什么。明明眼前能够让你将来你这条路能够得快乐，但是你明明把自己啊沦落到这样的地步，能够怪谁呢？只能怪自己。所以好好念佛，师父只能用这个心来跟大家鼓励你，要好好念佛，你用你的心跟阿弥陀佛去相应，总有一天你会有好处的，总有一天你会得到有利益的，最起码在这个人生当中改变你那个烦恼。祝大家六时吉祥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大众请起立。大众礼谢和尚慈悲开示，顶礼和尚三拜，阿弥陀佛，恭送和尚回辽，阿弥陀佛。